当天中午，薛小云十分意外地登上了去南方的列车。在北环市，各路干警四处寻找林亚云以及他那辆同时失踪的单马牌26自行车。12日中午，电子城派出所向专案组通报，在泰达路一个存车棚里发现了那辆林亚云的自行车。据保管员讲，车主是一个18-19的年轻姑娘，非常漂亮。她把车子存进来了以后，就一直在门外徘徊回荡，既不想再等人，也不想再干别的啥事。天黑以后，这个保管员才发现肯定是林亚云，没错。周围的情况你们查了没有？我们了解到一些情况，据一个小贩讲，他反正这个姑娘天黑以前向南边走去。朝南，你估计会去什么地方？根据许多目击者提供的线索，大队长刘健率领干警一路向南查询，最后在终南山一带发现了林亚云的行踪。案件牵扯到你，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听明白了没有？这是传唤证，现在到你住处看一下，把你东西收拾走吧。7月13日，53冷冻碎尸案的重要嫌疑人林亚云在天夜寺被捕获。
下决心入空门，脱离苦海，洗刷罪孽。但现在既然被你们抓来，我也没什么话可说。林雅云，洗刷罪孽不是去天夜寺就可以，现在你必须配合我们找到你的男朋友，这样才能减轻你的罪行。经过我们的侦查，你的男朋友犯有严重的罪行，我们知道你们也有感情，但是我想你现在肯定也明白他是个杀人的恶魔，你包庇这种杀人恶魔只能加深你的罪行，像他这样的人留在社会上肯定还会杀人。赵大红这个人不怎么样，魏英明也有些毛病，但是戴月琴他可是你的好朋友，也被害了，你能无动于衷吗？我也觉得好像是他害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他这个人比较成熟，做什么事情都想得比较周全。常言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虽然狡猾，但是现在已经露出了尾巴。当然，我们也需要你的配合。我要提醒你，你的处境也非常危险。假如你现在还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话，也可能早已经变成了一具尸首。而他呢，现在可能正在到处找你。你说一下4月30号晚上那个事儿。那天晚上，我男朋友突然让我打电话给赵大红，因为他怀疑我跟赵大红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他说要把他骗到家里来，找他算账。我当时说，收拾可以，但你千万不要太过分了。他说你放心，我只是好好教训他一顿。他还说家里的电话不保险，让我到外面去打。后来我就到烧伤医院门口那个杂货店那儿去给赵大红打的电话。赵大红他马上就到了，然后我就按照我男朋友安排的，把事先放了安眠药的可乐骗他喝了，他一会儿就睡着了。后来我男朋友让我去喜羊羊酒吧等他，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一点主意也没有，就照他的话去做了。你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杨海涛。是不是他？你们这个相片是什么时候照的？在什么地方？是我们去广州旅游的时候照的。他多大年龄了？他说他38。什么地方人？老家是东北的。现在住什么地方？新云西路。多少号？商院大院9号楼。2单元4号。那个冰柜是不是也在那放着呢？
错，就是大洋幺八五零的冰柜。大洋。没东西。发现板锯，我这也没有，也没有发现别的砖。既然他把石块扔在附近，我想这板锯也不会扔太远。咱们还是下功夫在附近走。为了不让薛小云发现警方的跟踪，在薛小云中途换乘的时候，刘健让李鑫带领简选化和邵奇峰换下了冯永民他们。在安徽的一个小站上，薛小云提前下了车。请由东边出站口出站，下车旅客请由东边出站口出站。一站台下车旅客请由东边出站口出站。一站台下车旅客请由东边出站口出站。不要看了。二站台下车旅客请由地道经管出站。二站台下车旅客，请由地道经管出站。下车旅客，请由地道经管出站。请您不要钻车和翻越古道，以免发生危险。上来吗？薛小云乘坐长途汽车，辗转来到安徽芜湖。李鑫通过芜湖警方侦查到，曹国庆隐姓埋名，躲藏在芜湖市郊区头坝村。
我陪着你吧。咱有孩子也是，孩子在这玩，找个好地方。想得美。这。抽下站住站住抽下快点站住你从那边站住从那边快点站啊老曹快跑站老曹站开枪了上午8:20，六九抢劫杀人案案犯曹国庆和薛小云在安徽芜湖落入法网。根据曹国庆和薛小云在审讯中的供述，专案组经过分析核查，认定六九抢劫杀人案中那个姓赵的主谋就是杨海涛。但是曹国庆和薛小云也不知道杨海涛现在的下落。经过调查，专案组得知一个体貌特征像杨海涛的人最近和红都酒吧一个叫何芳的小姐常有接触。上车嘛，是那个啥，怎么认识杨海涛的？他经常来挑我。
我也经常过来，一眼就认识了。小伙长得挺帅的，也挺有气质的。不像你现在有小子啥都不懂，我也挺喜欢的。哦，那他住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我也从来不问。他高兴就来找我，不高兴就不来。他在北环？当然。你咋知道？昨天晚上俺俩还一起过夜了。他最近都忙点啥？他好像打算跟俺哥一起干点啥，我也不太清楚。对他们来说，我不感兴趣。哎，能把他约出来？我没有他的电话，也不知道他住哪儿，谁知道他啥时候过来？就像诱惑一样。说不定他啥时候突然就来了。那师长有啥情况，我给你们汇报。这天，专案组接到报告，有个水文站的工人曾在北文河里捞到一把木工用的板锯。专案组立即赶到这个工人家里落实情况。啊，你好。啊，你好，你好。我们是华林分局的。这啊，就这东西啊。嗯。你看一下，就是这个，就是这把锯。林雅云，杨海涛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把声音放大点。我以前以为了解这个人，可现在觉得根本就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城府很深，一般人看不透他。我可以直接跟他联系。现在不行。你的情况杨海涛也不太清楚，他肯定对你有防备，一旦惊动了他，他会跑得更远。今天就问到这儿吧。林雅苑，你把这次的谈话笔录看一下，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在上面签字。给。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你就在上面签字吧。书也打根据掌握的情况，专案组认为杨海涛仍在北环市。刘健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让林雅云用传呼和杨海涛联系，一起查到杨海涛的行踪。为了不让杨海涛觉察到什么，刘健特意将发送传呼的地点设在了他们所熟悉的新新食品店。不要害怕，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一切听我们安排，所有的环节我们都考虑到了。你只管给他打传呼，如果他回电话的话，你要尽量表现出来
你不想见他那个意思。另外特别注意，你不能流露出你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那他要是不回呢？你打，肯定回。35008，姓林。32231009。喂，小云，你在哪儿？我在西西食品店，我去你那儿取个东西，你不在家。我在朋友家住。你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你。哎，你这样，我马上过去接你。哦，不不，不用了，我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我只是问候你一声，希望你多保重。我要到外地去了，有可能再也不回来了。你千万不要走，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说，咱一定要见上一面。你不要再跟我解释了。咱们之间有误会。我承认我是骗过你，可是那都是为了让你少担惊受怕，为了把你牵扯进来。为了弄钱，我是干了点违法的事情，可是我绝对没有杀人。我不会再相信你的话了。我知道，如果我回去，你肯定会把我也杀了。我要是杀你，那天你是绝对走不出家门的。雅云，你千万别走开，我这就过去接你。不不不，你不要来，你的目的我知道，你就是想杀人灭口。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向公安局告发你的。雅云，我怎么能杀人灭口呢？好了好了，海涛，你不要再说了。也许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现在说1000道10000都没有用了，咱俩的缘分已经尽了。可是我不会忘记我们俩的过去的。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情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
杨海棠，你有五条人命，罪孽深重啊！带走。7月17日凌晨1:20，罪大恶极、身背五条人命的杨海涛，终于落入法网。此时，距离5月3日在东开发区发生的冷冻碎尸案，整整2.5个月。杨海涛。杨海涛，38岁，吉林通化人，原是我某地公安刑警，曾因暴力伤害罪被判刑5年，出狱后流窜西部各省。1998年秋天来到北环市。杨海涛被捕后，除了53冷冻碎尸案和69抢劫杀人案，他还陆续承认了杀害戴月琴、魏英民、老八等全部犯罪事实。根据他的交代，华林警方在西郊野外挖出了冷冻碎尸案被害人赵大红的头颅。